嗨，各位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你今天运动了吗？我是你的天母凤梨所。大家好，今天只有我来到这里山清水秀的碧潭。你知道我今天要干嘛？大家看看我平常在练习练车的地方，就是这里，重新练骑到乌来。上次自己挑战失败，还叫人家带骑，我今天直接强迫，没有带其他的帮手来带骑，而且斥资数十万。带了数十人的团队，连空拍机都准备好了。我今天就是要直接一口气直接上，直接到乌来吃香肠，知道吗？好，跟我一起走吧 ，Let's go。出发，往乌来前进啊！可是，一开始挑战就有点大，因为天气好热啊，现在大概有34度吧，已经满头大汗了。骑一骑，一下就不掉，直接停脚，接下来直接砍花狗狗了，废气很臭，怎么讲话就喘了。可是今天没有啊，先持续踩踏，去往山上前进啊。可是今天真的好热，热就是我的罩门。核心温度飙升啊！吹吹风，缓和，很舒服，然后继续为下一段爬坡准备，要把那个回转速踩起来。冲刺王啊！我直接拿到绿衫欸，开玩笑，我什么不会？我冲最会，超快！欸啊，
4K 就要到乌来了，吃完冰就要吃点正餐嘛，吃香肠，去老街吃香肠 ，Go Go。即将到乌来老街了，最后一段上坡。这里是哪里？乌来，这次真的是顺利的骑上来之外，除了我自己忌口轻量化自己的体重之外呢，我还升级了自己的轮组。这次骑上来觉得踩踏感觉特别轻巧，而且比起之前啊，我觉得踩上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份就是卡脚的感觉，很沉重。自从升级这个轮组之后啊，感觉其实整台车大概轻量大概500公克左右，虽然我不是自行车专家，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？有没有看到我这 Zero 马赫33的轮组跟你们不一样？差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 DHRC 联名款的轮组就是不一样？想知道更多资讯，请按下方的资讯栏连结。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哎哎哎！